始 PK。这个人是不是我求婚金好不？我先求婚金。你要帮天津讲话？不是，我不是帮他讲话。张天津讲东厂是不对。那张天津这个东厂说，我不客气讲，这叫东厂未遂，不是吗？他仅止于会议讲一讲，他有拿出来做没有嘛？可是过去国民党在高压威权，借由他的执政的优势，党库东国库，这是事实吧？那已遂的案件成千上万件，过去白色恐怖228杀的台湾人，这都上万件吧？不是这样吗？所以2016年，民进党已经完全执政了。已遂的案子，哎，已遂的成千万件不讲，促转位是要促进转型正义，是要把过去的错误扭转过来，只因为他一件东厂未遂，就把他打成。就可以让加害者逃之夭夭吗？这样子对吗？要转型正义也使啦。您是对1945年8月15日开始的，1945年8月15日以前，阮的土地去日本啊征收去，共迄当就好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遐要爱转型正义无？去日本啊拍死，遐爱转型正义无？日本啊拍死有甲你交代无？唔好讲讲遐啦，慰安妇的阿嬷都无交代的啦，吼。慰安妇甲你讲，啊、叫日本人抢去，真拢同意。但是这里爱找蒋总统，因为是蒋总统讲以德报怨，为着迄几张迄个放弃对日本人的救赎，50的、50的阁无哦，10的、5的、甲1的，改中200，即马这恶兵的就对啦吼，恶兵的，这恶兵的哦，拢囡仔，拢五个小朋友啦，哦，啊这野球队的，这恶兵的拢无啊嘛，纯粹的霸票啦，哦。这孙中山呐，孙中山敢有争议？二二八跟伊也无关系。啊，恁啊，等下大细声来啦。各位朋友，你会因为你人格啊，你身躯地只的苦苦，啊，讲顶头有蒋介石，啊，你怎啊牵好甲无？无啊，大家地比咧地膨子较好咧啦。啊，你即马就干那，哎，这唔是挂一千个盖哦，是干那盖只尔哦。改价得爱200几亿哦，所以包括伊个帽啊，包括伊个员，你相信吗？不是，改价我相信，加个200几亿的流通量，那你听我讲啊，世间呐，咱啊不要因人废言呐吼，我嘛一部分爱同意啦。这110块的，加5块的，有奖改少的，袂要紧，你会使用新的，佮开一个新帽啊。平庸嘛，啊，另外迄个新帽啊，有若改10块，啊，印改印阿扁啊，吼，咱无要紧啊，啊，咱拢会用钱。出专门无这个意思，唔，你印上无要紧，你也是我是比一个的啦，哦，啊无改印蔡英文嘛，无，哦，啊对台湾有贡献。过去印马英九啦，无啦，啊印世间啊嘛无要紧啊，哦，印世间啊同意啊，你只要有新版，你推嘛，印新版啊，像你讲的，每一年印偌济出来嘛。最后旧的将你淘汰嘛，唔免着限10年、15年，到尾啊，自然人民啊，像你讲安尼，足重要的正义爱转型，伊摕着这个蒋介石的10块，反正伊就甲牵头干啊。洪姐怎么看？伊个阿伯做着市长，12月理由较有就职的，啊，你怎啊？陈文茜的讲伊讲胡说啊？我没有说，都说我只有那一段话，不要这样了。他前面讲的话我没有。他讲说，他那天去议会，他讲说公投案有没有辩论，我那时候没有记清楚，那我没有看电视，没有看到你跟蔡英文的辩论。哈，这单英和是因为尾啊，大家网络发起一个运动，说我们让他把保证金拿回来，所以返乡的人哈，最后你看，你说北漂返乡的人都投他。变成超越亏基，所以亏基的第一时间，因为网络亏基算是反应很敏感了，伊第一时间出来三波失败败算了，亏基想查出来是，大概就是集结灯啊，集车灯啊哦，最后票无灯哦，亏基本来是要去搞亏基捧场的，最后就是要让陈永和把保证金拿回来，就是这一句话，票灯哦，伊是一个。本来要你遐立场，立场，伊是为着两家迄个外世界的地基，即马底下甲创一个医疗费基本的嫁妆变卖掉，是啦，就事业废休。啊，迄个会，迄个乐视也买变卖掉呢，就是伊伫反对，伊认为迄是台南的国宝，国宝级的地基，地基啊，所以伊极力底下反对，反对。甲恁定情，恁拢唔插伊，拜托你签，你也唔甲签哦。阮过去现场听伊，
我想讲，这工程到底安那？因为工程有工程的专业啦，就工程的专业，时间无问题，但是就地质的问题，反平通过啊。偌清德搁较可恶的就是安那，伊当局是毋忙做，到伊去旧年也来催我，就是九月初五，偌清德起来做行政院长，讲堪乌心动意啊。你做行政院长，偌清德伫咧做市长时叫。中央袂使同意，所以吴敦义做行政院长迄阵交代这袂使同意。今嘛换伊去做行政院长，市长无做，同我讲要同意哦，欧新泽，伊较来找我的啦。安尼有恶质无？所以赖清德是挖洞给黄伟哲跳。无啊，所以伊今嘛议员先讲，啊议员讲完，我们再跟议员。伊要同意了，换伊来催我呐。催我，我迄阵就用水保、水土保持的时阵去甲勘查啊，所以我要求水利局。吼、哦，就伊个场，我去现场看就是啊，伊时间加加乌一个含倒过，就是要偷渡啦。吼、哦，伊想讲要对遐较近啦，所以咱个动作唔爱回对遐。你反正爱坐外岛，你袂使去破坏，袂使去乌到任何一个含遮地质有相关的物件。其实是足简单的问题，但是当然因最后出来抗争就是讲我遮唔好你做。唔好你做，你爱去收沙。你即马你做市长，你爱收沙。当其时反平江通过，当其时即条法落啊，当其时已经时间到即马来啊。即、這个代志要哪善后啊？清德啊，讲要准伊啊，你要继续做。伊拜托你签，你唔签嘛？你内底多你无签尔。有啦。多你无签。林益峰啊，林益峰也无签，林益峰就落选啊。重点就你无签尔嘛。那你讲内底就包括有无？啊，你就是所以因今仔时啊，你会提只招票。就是因为因当作你是偌清德个细汉的嘛，你要阁继续行偌清德个路线嘛，对不对？我甲你讲，不管你安那，偌清德个江西、江西甲啥物程度，江西甲议长爱听伊个。今仔即摆个八千前瞻，那毋是我拄好顶个月，那毋是我拄好做召集人就对了。有迄个一审通过的案件，届期到啊，毋免大会。叫六组的召集人，十八个签签的议长签的，咱这条钱会当动之，都我恁的议会敢安尼做？十八个都我一个无签，我讲恁什么人啊，甲我动之，我是一定甲你过的啦。所以明仔载要阁定开临时会，吼、哦，我讲议会是安尼啦，议会你爱适度爱尊重，哦，爱大家来监督。你今仔日还袂就职，我建议你，啥那大陆客减两百万，台南无影响。台南观光业、观光无啥影响，为啥物你敢知？干那遐个内需，包括遐摊贩、安平、甲遐店家有影响。因讲本来旅客就无要来啊，啊为啥物无要来？因为罗清德讲我要主张台湾独立嘛，所以大陆客到台南就是跳过人过。所有大陆的朋友去台南要找我，歹势袂当入来。我要请人食饭，爱去高雄，啊若无爱去嘉义。所以你今仔日就是讲你。后个月就职，你应该足简单，因为观光产业唔是讲话来就来，话做就做。因啊都丢逼，因车爱搁停坑，伊有诶停起来，无一百间房间营业五十间诶，你敢知？另外五十间甲伊停起来，你爱叫人讲恁放心，赶紧诶装潢房诶。我无迄个意识形态，我欢在欢迎世界各国，包括大陆诶人来咱台南观光。台南本来两个市场能啉。十六栋拢讲要发展观光，对灿宏啊遐加了二十栋做运河，讲台南是京都，对不对？咱来发展观光产业，结果观光客来，恁拢共单断去啊！你认为讲伊来无路用啊？你对大陆个意识形态遐认同，你这个时间是你上好，我阁会当甲你背书，对不对？你讲我无这个意识问题啊，欢迎你来啊！安尼对台南，你还袂做市长，在咧替台南趁钱，像韩国个安尼，像兔头安尼，毋是做好？出一支嘴，欠逼欠逼个欠逼，遮少年人，互恁骗到七到八笑，一骗二骗三骗再骗。所以，你即马讲出一支嘴，是啥物人出一支嘴？韩国卢布里个是甲伊想要改变高雄个想法讲出来。然后又引起了这个北漂的游子、思乡的情绪，一感情上产生共鸣。哎，那安尼这个候选人讲起来，哦，伊讲的话哪会当做？安尼我就有机会等下我的故乡发展。
卡输呐，安尼我袂当支持，我嘛会使拼，我用四档一张票登登好伊，我拼我四档后，我会当登去高雄啊，会当唔免车离住散，离开父母来到台北孤单拍拼，我啥那袂使拼，我靠你民进党骗几摆啊！恁甲我讲邓侯林台湾就改变啦，邓侯林大家就看我啦，结果你是甲大家用个变善者，唔是甲阮大家用个变好个啊！所以，互你骗两三摆的人，如果我选择这摆是要互骗啦，我嘛要选择互韩国瑜骗，我嘛卖阁互单机卖骗啦。所以唔好去扭曲人讲的话，哦，人就出一支嘴，即摆是安那，一支嘴是要人骗。你咧讲的意思是安尼影射嘛？尤其是最高的领导人。所以我认为讲，这摆韩国瑜吼，伊今仔日足简单，伊无啥物虚华的语言，所以我真简单就是希望高雄改变。伊讲高雄阁老阁散只，今仔那毋是一个事实。韩国瑜甲高雄扭曲，甲高雄抹黑，我甲你讲，就袂引起共鸣嘛。是安那开，大家听到一句又阁老。又搁散只，打开始嘛无认同嘞，唔啊你开讲我的故乡安尼嘞，哎，得想者，有影，我伫只大汉，我了解我的故乡，所以想想开始有影，哎，伊讲的搁老搁散只，无唔对啊，所以阿伯开始想要讲，我来听看伊变啊，改变这个城市嘛，所以开始讲提出变啊，让少年人回来，哦，当然政策大家拢会使检讨，那么今仔日我来讲这个扭曲政策。坦白讲，伊靠讲要叫你，这个是心有所思，言表机宜啊！你看讲讲啥物？你要叫你莫和韩国瑜困一暝呢？这个是真正压榨下流的思想嘛？那么你用安尼来克制韩国瑜，你敢会得分？袂啊！所以今仔悲哀就是讲，韩国瑜甲陈其迈拍甲已经束手无策。陈其迈哪会使去听区议员讲？你讲安尼是对的呢？应该谴责韩国瑜。今仔陈其迈应该讲啊，对着这是区立委吼区委员个人的言行。那么我对着韩国瑜迄款的讲法，我不予置评。安尼针对你有一个宽度，因为韩国瑜咧讲的是一种迄个幽默的讲法哦。你来创造机会啊，我来甲你整一下。啊！你若创造偌济就业的机会，我着陪你哦。困一暝是开港泡茶，唔通想歪的。人是一气呵成，一句话一气呵成，你出一句话出来断章取义，根本一点仔意义都无。啊，若要安尼，我讲这唔是这个效应，卡是单纯安尼尔咧。台湾人你嘛袂记哦，咱对公众人物的标准是清廉哦。你好，我唔忙是我咧看你讲的话哦，但是最基本迄个清气上爱真重要，这是伫咱的选择人才内底最高的标准。白敬天性，哦，辅助同心啊。陈水扁总统破病遐严重，陈志忠伊就安尼天天去甲徛台，无论如何，这我的囝，继承我的衣钵去徛台啊。这咱敢会怪伊？我袂怪伊，我认为这是白囝天性，人性使然，所以咱免去甲苛责。哎，哪呢？基迈兄，嗨，祸都不食主啊！你迄个拄到一个乱棍，拍死老师傅，这个韩国瑜，甲你母甲七甲八笑，为何无看到你的父亲出面来为你赞声呢？你父亲伫高雄经营遐侪年啊，那这个时阵最危险的时阵，无出来消停呢？哦，啊，伫高雄，大家嘛有咧讨论啊。哎，听讲是基迈啊禁止因老爸来徛台哦。哎呦，羊有跪乳之温啊，鸭有反哺之意啊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嘛。你哪会使讲啊？啊，到底是不是安尼？大家爱去了解一下。所以，伫最关键、最危险的时阵，应该陈着南爱出来甲陈其迈徛台啊，互高雄人了解啊。啊，你敢知高雄人咧想啥？嗯，啊，伊若做市长，我想到这张票迟迟不肯决定要转互你，因为我会惊嘛。
鸟是吃草的呢，鸟仔嘛吃草，你敢捌看到鸟改吃菜的？哦，所以这真清楚。高雄人心有疑问的时阵，你爱去讲个清楚。如果你用破屎、扭曲、抹乌、抹红，我即马最担心的了。我封伫澳博出十八招了，我已经讲两招了，吼、哦。我最惊就是民进党筛出最后第十九招，就是这招哦，卢文忠哦，调查局这一招。最后韩国瑜会赢11万票，当选证书唔发，当选证书唔甲你发，爱调查是毋是当选有效，来自中国大陆的资金有一角银入来，你著当选无效，即咱的选拔法。哦，啊，我即马先甲你破后背。这条是昨吼，人一个高人黄大仙甲我讲的。这条爱先阿婆，人已经咧布局啊。十一万嘛是伊甲你讲的嘛？哦，我十一万是这是天机不可小捞啦，吼、哦，天命难违啦。蒋介石讲。啊，这当然大家先去应征嘛，哦，啊，你看这个范围，你看昨我竞选总部，坦白讲，我过去竞选总部成立就是2500-3000一旁，哦，2500-3000一旁。昨昏来，有个人讲10000万，无啦，哦，昨昏差不多伫个6800-7000里一旁，哦，差不多伫个7000人上下。啊，我啦，4点外开始人就进场啊嘛。一般哪有人迄落4点外就开始咧进场？哦，洪山迄场就安尼啊嘛。迄个了根本我候选人呢，你敢捌看到候选人咧做事就对，我4点半就到现场啊。6点半开始，哪有候选人4点半到？因为我到我知影遐拢外地来的。遐拢唔是要等候我，因拢外地来要等韩国瑜的，所以伊提早来，我变作代替韩国瑜去甲按来。我陪每一个人拢翕相，哦，我讲你来，你啊你也免翕，阮咧专业的摄影师翕了吼，我会等去你云端吼去分顶，你卡去揪落来了，你等于对我 FB 去揪落，安尼因真轻松，400几个我拢甲按来好啊，所以。阿伯佫陆续了啊，真侪是外地来的，有高雄、有新竹、有桃园、有台中、有嘉义，昨确实来自其他各地对韩族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这个效应。那么到以来，咱咧看的是政治观察，是咧看这个面角啊，哦，所以我认为讲这款的无谓之争呢，回归到正途，单机麦唔是无机会哦，伊也有机会，因为等下第高雄因咧执政，中央因咧执政。哦，啊，韩国如这，伊若卖出澳博啦，有哪有机会啦？啊，若出澳博，反正佫较有机会。哦，啊，也出澳博，袂出澳博，一般你去高雄甲问高雄人，10个有7个会甲你讲，可能会风势已经起来啊。哦，升上起风啊。你讲前阵啊，佫会安尼吗？未必然。哪家你个基本盘拢破，无啥物哪家你个啥物盘啦？哦，当然。韩主义是用国民党的推荐的候选人去选的，但是一路走出来，展现起来无党的色彩。啊，无党的色彩是安那，遮侪人会爱，少年人是安那接受。我讲，就讲，譬如讲，以我是认为，我相信一个人，伊的思维会当去改变迄个政府，高雄市政府到任何一个政府了，长期和一群人把持掉嘞。哦，譬如讲。某一个政党，我早期国民党伫台南高雄嘛长期执政啊，为什么高雄人、台南人想要甲变？因为恁长期执政了，造成迄个结构性的系统出来，结构性的系统出来，包括官员也好，局处长也好，甚至到科长、科长级的这，拢是透过种种共党这人士去剥削的，所以真侪代志是考虑派系的利益，啊，唯有。一个人入去，爱会当改变，啊，什么款人会当改变？你原本身你就是政党派系的人，无可能改变，你必须接受派系。假使今仔日单机麦，伊会得，咱讲的啦，讲舞到遮来啦，已经7-8笑了。我唔是讲伊歹哦，伊嘛算优质的一个候选人啊。但是最后伊爱看单局的面色，较会得，因为单局伫遮已经布局10通档，那么。结果之深，恁伫台南、伫高雄，拢应该捌听。阮台南都有听呀，哦，包括因厝里的人，哦，包括外围遮系统。所以单机麦若当选，
是最后伊即摆爱靠单局个来过来，安尼伊无法度去改变高雄市政府迄个结果。所以只有韩国瑜，你看，所以现在我讲少年人愿意宁愿，准则即摆要互骗啊，两个拢咧骗。哦，政治你要看较济啊，骗济骗少啊，我骗三摆，骗四摆，骗两摆，选择。要哄骗，我选择要哄韩国瑜骗一遍。主委，你也可以拿一个虚虚字，虚荣姐。不啊，所以这骗就是讲，因為我认为伊一路行落来，伊会展现出来，特别包括你北农，包括我无要受旧制度哦。我认为第二代是爱安那做，包括伊讲的下乡去到哦庄卡，去到弱势者，去移民东浦，这款的思维。就可以改变那个官僚气氛了，官僚气氛也无改变。我跟你讲，你讲无钱啊，啊无钱，无米变哪落鼎，无米人落鼎，变哪请人客，变哪做市政，所以变哪把旧有遐个荒废的建设、网啊管，甲活化、活化。哦，无钱有无钱的补嘛。所以只有这款性格的人，才有法度去改变旧官僚制度一个庞大的政府结构。政府结果改变，高雄市就焕然一新了。所以基山这场，我甲你保证，哦，一定同款逼场，同款会逼场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群众当然是真期待讲，你搁出新菜，哦，因为我已经看四五个月啊，啊后壁剩三礼拜，竟然搁出新菜，哦，这是因的期待。但是一旧菜都啊吃都，一开出来啊，你都啊未消化了，你就要搁叫出新菜。哦，所以即马群众一直对有一种新的期待，啊，即个对一个候选人的期待达真悬的时阵，你要叫伊去改变投票，哦，的模式真困难。所以我拄仔问恁嘛，恁踏足恁的长辈时代过去，当有民进党的人，是毋是即届有改变？事实的改变，我听到嘛呢，阮的朋友嘛是真济嘛，伫基层嘛真济，所以我较敢甲你讲十一万票，当然十一万票是伫，哦，无突出的情形下啦。有傲波无所不及，但是唔是讲哦啊韩国瑜即马就讲伊稳到，唔是安尼啦，伊必须要坚持伊的信念，然后你所讲过的话开过的支票，少年人是目睭金金在甲你看呢，要甲你感动呢，这若创咩成呀萧何败呀萧何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，你讲讲的做无够，我甲你讲，唔免一当你就好势啊呢，哦这是输赢。丑话先说在前面了，就当了好势啊！馆长要搞爬了。哦，本来啊，这就是不是啊？这本来这未使公共的无准算呢，哎，即卖社会未当乎你安尼呢。哦，所以我认为基山这场反债的大爆满，迄个气势已经吼未阁回去。抬头的生意吼有人做，了钱的生意无人做。选举就是安尼，每一个候选人拢也要甜。啊，要甜，啊，要大碗个软件，哦，票愈侪愈好。柯P昨早我就甲你讲，伊毋是食菜的。这个事件应该就是伫切动十一月十一那赢六个要合体迄个时阵，切动出来有这个案啊，案提出来了后，因开始无话要来拍这个片啊，拍这个片当然就是要。甲韩国嘅上一个小心啦，吼！我看要来唔来，爱考虑者。那么，尤其伫韩国瑜嘅电影，有人话讲，韩国瑜一定会来台北，含丁守中合得一定会停丁守中啦。这时阵，当然科比近期中伫网络上含韩国瑜嘅声量，实在讲是差不多五倍、六倍啊。所以，这时阵科比也采取紧急嘅措施，就是讲上一个信号出嚟，吼，叫。韩定赢爱打东啊！啊，这贴药啊，和单机买只，敢食会好？这一碗转七分，这贴是疼袂身体，那是疼气尔啦。保平安有添福寿无啦？哦，你讲啊，小雅去高雄市拍一支影片啊啊，这个单机买就亲像食着天山雪莲安尼，功力增加三十年，无可能。所以表示科比是采取恐怖平衡的手法，哦，两个定赢。释出一个信息给韩国瑜，但是我也对民进党释出一个信息，所以哪赢一票，就拄啊林委员讲的会回流，但这个回流，这个效应回流对柯P敢会不利？
利必然不利啊。对科批，伊算算会较有利，因为雷到底姚文迪遮个票走来科批会较侪。你看姚文迪都已经嘿，目睭金金，人相中会好得搭袂上车，刷了伊个公安啦。哎呀，选情之啊，遮尼紧急哦，今仔讲选情之啊紧急。假使总统若是去高雄遐，我稳也袂乌白相哦，就表示安那高雄比伊较危险。要问题是无危险的问题啊，伊向是真安全哦，哎，就变那样，安全就算。所以挂起来了。所以今嘛就是变作科比即招处理，那样伫科比的票会回流丁秀中的手了。但是要问题遐气爆效应正式的造出来。哦，所以世间人你也较拍拼，你看我你停家，你甲停家呢？啊，姚文迪今仔家己，这等于家己咧闹风呢，这可以身躯边的支持者。投票出来你就知影。哦，阮就剩这中西的票，一票都袂走啦。哦，那阿南呢？18天，阿南呢？科比的错咧蛋啊呢？哦，科比的还错咧蛋，所以这是基本上这是科比经过精神啊。完全不是、哦、是用电子计算机算的啦吼、哦、这不是用这坦白讲，因为这是咱会当体谅嘛，因为当时是韩国瑜若是来台北，所以像那他古啊小吉咧讲的，这是正版来讲，网络一直咧塑造柯韩两个吼、哦、对决，柯韩对决呢对民进党上有利嘛，哦对民进党上有利，啊柯P会倒袂倒对民进党。倒嘛是安尼，无倒嘛是安尼，所以民进党唔是看伫台北市嘛，但对决落去到底，伫高雄遮，柯P的迄个 fans 吼，伫属于伫韩国瑜遮的，伊就会分离，分离分得了，对单机麦就有利，最后迄个行政动员阁下落去，单机麦就有起死回生。哦，一线机会啦。柯韩对决是要救其迈、哦。对、哦、啊，所以这个信息一直在放，一直在放，啊，都不要管了。所以大家冷静啊，看，因两个是好朋友啊，你也看，柯P一句话露出马脚啦，吼、哦，这读书嘛，食伫遮嘛。其实吼、哦，伊是有来甲我讲过吼、哦，但是我听了吼，就安尼叹一口气，哦，这个叹气，无三声无来呢，叹一声，人讲吼，硬叫一声，哦啊。那个善的人就得一惊，吼、哦！你无实力的人就安尼啊，所以叹一口气。韩国瑜搁较心切，你甲看，我想应该不低于讲，哦，小雅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啦，科比嘛是有独立思考的人，无必要伫这个时阵笑乌白面啊，甚至唔免连当机倒头，唔免就一个拔当机，一个拔倒头，哦，这就是空中交心嘛，哦。柯P释出善意，韩国瑜听了讲啊，柯P叹一口气，即句话是咧讲哦，韩国瑜听的。韩国瑜是咧哎哎，对，我讲伊这啊，这你唔免烦恼了，我最后袂出手了。哦，韩国瑜个送一句话转来嘛吼，啊，因袂即马去搬当机倒头，所以两个人已经空中新会，大家知影安尼代志到遮煞，所以唔免烦恼了，回归到高雄也是高雄对决了，台北。就是科比失去哪样的票，会归队，所以咱即马丁秀中遮就爱讲，除了归队以外，你变哪样的？因为姚文迪已经退场啊，退休拔落来啊，即出戏伊无要阁搬落来。今仔新闻你阁啊看，就是安尼啊，即明的，所以明的孙，劣的遮挂中间选民爱去加减，哪样转来的较侪，或者是对姚文迪遮移转过来较侪，这就是明角啊。机麦动员呢，心惊惊啦吼。单脚牵手是慢慢啊行，有嘴无心嘛，假车拼。高雄市长真歹赢啦，吼。谁那咧讲？恁有看迄个进场的影片？我无甲恁骗啊吼。咱遮足侪人捌选举过，干那我咧选议员的时阵，进场啦，上少爱行20分。为什么？就是表示来的人就是我的支持者，所以支持的人要给你压一个手，哦，加油一下，两家啊，拼了拼了，加油加油，挺了，哦，500、1000，哦，饮了，这足简单的，20分，那我上少爱20分。昨这场号称30000人做你啦，吼，号称30000人，我跟你讲，现场13000了的椅啊，哦，因为啊，2万的，2万，不啦，13000，阮。
我来讲嘛，这条自由路、青年路、甲议会路、议会北路，哦，这四面起来，动员的游览车拢总350台啦，350台，一台正常坐40个，哦，但是未够啦，所以那40个就1400个啊嘛。所以伊啊排13条是正确的，但是啊，这有人会坐较少人来吼。13条啊，佫坐无甜嘞啦，哦，啊，佫有细细嘞。最重要的是讲迄个热情无伊。阮咧进场是迄款的感受，群众了对啦吼。咱乡亲，你若知影，尤其咱台南的，我若系恁来，就是咧给我加油，扭咧唔走。哦，这实在讲的，这叫做热情嘛。过去，你安尼问伊，唔敢讲唔是啦。过去啊吼。两个人嘛，那上热的就台湾就出两个嘛，一个阿扁的嘛，阿扁的咧走路就对了，敢那进场啦，45分起跳，伊也捌一摆进场1点钟过5分嘞，而且大场都上万人即个场啊啦吼，45分是正常，阿扁的你白台顶就无法度啊，就一直发动算，发甲烧声，无法度演讲嘛，因为伊咧进场你无法度演讲。第二个就是马英九，哦，第三个就是韩国瑜啊。哦，你包括伊去台中，包括伊去保卫，即、這个场面，即场疑问的当中，我一直甲恁讲，内行的看布袋，买物的看，关门的串啦，哦，单脚甲砍的，两个人我甲你讲啦，是同床异梦啦，因为你唔是我亲生囝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对桥后的啊，伊真正要扶持的是老西方，互你干掉啊嘛，所以这回兵权无伫单机麦的手啦，咱来，阮咧看这是安尼。这些人是单局动的啦，行政动员啦，所以你看牙牌啊，迄一块牙牌啊，左南第二车，吼，工山第七车，对，哎，都几车拢有啊，来，倒一个团体，倒一个团体，倒一个团体，来，最主要是单局手甲砍的，一个看倒边，一个看正边，啊，团一直行，一直行，这条路安尼大进场，这条路吼。行无两分钟，行无两分钟，安尼上台。没有人要握手的对。敢有世间恁看过？诶，讲啊歹听，唔捌看食过猪肉嘛，捌看过猪颈咯。你敢捌看到迄个双股，这叫做做势吗？所以叫做标准的东城异梦啊。行动速度看起来的确画面上是蛮快的。两个一个右脚咧，啊，怎啊那个手牵的怎硬行硬去啊？啊，这囡仔那有人诶后尾咧靠独生人囝，就差不多像安尼尔嘛，哦。所以起来，一个上台开始过来，严重的伫倒。单脚讲了啊，喏，单脚讲话讲了，游览车就来啊。这是还未讲话，等开始进场了哦吼。你看，这诶，靠一点我等。过去，咱民进党和咱娱乐就是讲啦，诶，一张张啊啦铺了，落地扫，干啦。菜市啊，场落去啦，吼，庙口开讲，边啊都有一堆骑脚踏车的，坐伫车顶。听看你咧讲啥，徛奥多麦坐伫奥多麦顶头，伊也无入去内底坐哦，就是伫外围。那这个瘫痪就对啦，听到民进党咧动员的选举场，这个瘫痪一定烟尘小肉啦、烘鸡啦、烘鱿鱼的啦，一定客满啦。有安那，遐来咧高官的啦，伊是咧听台顶看咧讲啥物。即马你看，拢无人关心，刷了空空空。迄就是坐游览车来，第一咱便当发落去食饱嘛。便当吃饱，伊来吃哪会搁去吃点心呢？所以这点心摊，你甲看这电话下底这排就是点心摊，规个拢无人，拢无人咧。电话就冷哦，冷了后安那，我讲行政动员就是安那。啊，这20年前，韩国如今嘛用的是20年前民进党的动员方式啊，惊基层，这平民的选举，单机卖是20年前国民党的选举方式啦，贵族的选举啊，用游览车车来。一车一车一直拉来，吼啊！内底到底食啥物，咱也唔知影啦。啊，顿免阁讨论便当一粒几元啊啦。所以伫这个过程中，单机卖和这个单局一个烟缸刷就对啦。游览车就启动来啊，游览车就来啊。等到蔡英文含单机卖咧讲话，下底走一半以上。哦，伊啊拄啊等下剪接有好势吼，会放影片互恁看。我甲你讲。嘿，你敢知影候选？你啊看规个台顶就对啦，单机麦伫迄一日一点啊笑容了无？照你讲啦，伫即个民调遮尔啊紧张的情形下，吼，咱动员好啦，卖讲3万人啦，啊，卖讲13000啦，准2万啦，有来2万的，算即马的选举气氛，动有15000人已经算有够强啊啦。
伊无一点啊笑容，无一点啊欢喜的感觉。为啥物？当伊徛上台顶咧讲话，后壁闹空啊！单人个是来个单脚攀墙嘛，所以这场的动员看出单机嘛的空虚嘛，伊手无兵权啊，手无兵权变啊！你要争、要煮、要抬、要挂，哎，固在单脚啊！单脚要听你唔听你，这没搞你家呢。所以你看单脚讲了，人遐人出来就看啊，我就讲了，咱应付过啊，咱有来啊，我单脚就讲了啊，就出来就走啊。是来个单脚碰场，唔是来个单机麦碰场。哎、欸，我甲你讲，我咧看双股是咧看这個，会输会赢。所以现在我先叫红山的人去先去甲点看伊啊偌济，哦，伊啊就是一万。所以假设去点伊啊，对。一万三千了，因为你搁看伊的空照图，你即马网络去甲找一张空照图起来，然后你一个甲算，一个区块起来都要超四百个啦，四百八百，四百八百，所以头一排千六，哦，四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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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舞台伫中央。然后你去算了一看下底，都还好，差不多万三四，准准准啦、啊。哦，啊你嘛，啊你游览车冇算吗？万三四，有啊，游览车三百五十台。这嘛少算诶、哦。三百五十台，唔是，是安那游览车工会最近生意做歹，啊，伊会甲阮讲，哦，像阮诶，捌来上咱这个节目的理事长，我讲工会那啦，诶，啊你已经调几台？你二十只，伊啊四十只、三十只，散车也冇算啦，三百五十台啦，吼、哦。正常就是安尼，所以这个消息真足足准确的。重点在倒，赵天林讲两万人至三万人，伊这较有良心啦。那像这场啦，那我咧做主持人啦，我一定来讲五万，五万咯。吼，来，好佳哉，这场唔是单局主持呢，单局若伫现场主持，咱台湾的乡亲，现场已经超过十五万人咯。这场啦，单局主持的就十五万人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是看主持人，啊，因为记者收音是收的那扒出来声音报十五万，那就写十五万，对不对？现场的主持人报三万，算谦卑啊。哦，咱坦白讲，那像这个万三人至万五人啊，伊报三万是刚刚好尔，但是咱爱实际，所有内行人去，像我到每一个场啊，包括我要人主持，一定先算伊啊。伊也排偌济，了后较看济了，虚的、实的拢总偌济，安尼今仔大概实的偌济，嗯，这咱唔是咧小骗，咱爱互候选人知影讲，哎，今仔拢总办事，实的，哦，安尼一定爱甲汇报嘛，单机麦总干事嘛爱甲单机麦报告讲，实的办事，咱家己的六千里，所以伊实际甲咱当的八千名，好、哦，哎、啊，有可能人对方要含你算账，哎，我甲你当万五来哈，你讲歹势无哈，恁来八千啊，这哎。欸表明是一张造势，私底下大家爱算小的呢。哦，迄、那个议员讲伊来八车，少廷，你来四车，你甲我报八车，这大家拢会偷报啦，会崩啊，所以这唔免惊啦，这款的声势虚的啦。啊，什么咧人剑合一，那什么小的年人，这人剑合一上早就是迄个一剑万星，一生用剑不持剑的一剑万星讲。这是古代戏哦。不，就是剑术内底高招嘛，就是发财移身嘛。哦，所以最高招使用了最好就是剑棍十二分嘛，剑棍十二分最后就是人剑合一嘛。哦，最后用你一滴血当化作一支剑。哦，杀人以无形嘛。所以你看嘛，单机麦今仔日已经人剑合一。甲韩国女准备要安那直球对决吼，讲甲气势真好，讲甲惊死人啊，做甲笑死人。因为现场单机麦的悲哀就是啥，男主角今仔的主角正式演讲的时阵，下底人踢踢，你看迄偌惨，迄你若做候选人，你徛伫顶头，你的演讲会乱呢，你的演讲会乱呢。所以你看规场去甲检查，伊迄场的演讲，伊吹言不由衷啊，已经拢乱去啊。所以这局吼，单局嘛不是无机会人赢啦。哦，伊即马啦，搁有单局甲插愈侪落啦，伊会愈悲哀。我无骗你，这款已经两个阵营已经互相咧斗角啊，互相伫咧摆脱啊。这款拢假，拢假。一个是自由党员，啊，一个是行政党员。哦，那看到二十当前国民党的党员，就是爱有包啊、粽啊、便当、馒头啦、点心啦，吼。一人掼一包啦，这掼一包安尼有较歹看，应该学阮台南市，阮台南市迄个候选人吼咧掼迄较水，佮做一卡袋啊，吼啊袋啊顶头佮有印候选人的 mark， 没有那民进党。你变成文宣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民进党的候选人啊，
内底有哪共款带便当啊，互你看呢？所以这个这款的动员就是一种无奈啊，哈，无奈。但是咱讲过，选举是咧看势，所以这场输蓝输阵，输阵就会歹看面。所以延续延长战哦，本来十一月十一应该是基山单机麦这场办了呢，虽然现场有讲到卖走吼，无走，无走还是卖走，唔走吼。这何乐话是真趣味啊吼，就你仔意给大家加一下。唔走，我讲卖走就是叫你留咧，唔通离开，叫做卖走。我讲唔走哦，我唔走，我主动我唔走，唔食唔困吼，唔走，也是唔，唔是这里唔嘛吼，不不要的不的意思呢。啊，是用这个唔吼，唔走，无走吼，无无是味吼，无走就是讲，我来讲，因家无走啊，无走是拢无走，是头前无走，啊是阿伯也无走吼，阿伯无走，阿伯走，恁头前家拢无走，我真感动吼，安尼嘞，头前家人无走，所以真感动，所以伊安尼讲就是讲，有一部分的人无走。应该伊那是规场作列，就是讲像韩国路迄场，大家拢无走哦，拢无走，就是涵盖全部拢无走。哎，就是讲，是有人无走，无走，有一部分人无走，我所以我真感动，对这个人感动。那大家拢无走，迄个流目屎，你甲看卖啊，这款的感动，所以这主持人真重要吼、哦。主持人呢，这款的用词，因为咱咧听话就知影吼。哦针对头前这部分的人，这就是铁粉啦，吼、哦，怕死无走，吼、哦，怕死唔走。阮这边就是硬要停单机麦，绝对怕死唔走。但是虽然大家拢走，但阮家无走，所以伊会感动。恁无走，吼、哦，我真感动。哎呀，讲今仔大家拢无走，我甲你讲啊，早就好啊。三万人无走，你敢知影迄是啥物款的感动？就是韩国瑜无多出力嘛，伊要退场，伊嘛无多退场。爱个背墙啊，我无骗你。哦，所以这个造势呢，两个虽然不是足成功啦，但是输输无济。所以讲这个势吼，会使讲可以说是兵分秋色哦，所以是差分分啊尔，两边拢算成功，动员成功。这个造势是五五坡。讲五五坡是差不多，但是略逊一筹啦。哦，就是讲这个无走哦，那拢无走，安尼就五五坡啦。哦，啊这个。无走，可能就是四五五五哦，一部分无走。不过这款的动员，予咱看到过去国民党迄个动员模式哦。所以行政主权就是行政包袱，人民对一个表示台湾民主的进步的价值，这才是台湾价值。我阿蔡总统讲，什么叫台湾价值？唔是伤害别人的台湾价值。像你讲的，你讲你含迄个翁山书记同款吼。哦你看，有影，我即马看起来，你都同款，是安那伊一个奖一个奖去用个收的，你起来嘛是堆杀，伊嘛是堆杀引教徒，所以同款，唔是这唔是台湾价值，台湾价值就讲过去吼、哦、民主的进步，咱台湾的民主较少年较少岁，所以伫这个投票呢，一摆一摆呢，互人民对执政者有权利的人，随时甲你说 no， 唔走。唔愿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人民的当甲你讲，恁叫我安那，这是台湾民主的价值，所以这就是安尼嘛，吼，做事唔去，吼、哦，唔去，哎、欸，人咧动员，人李登咧叫，唔去，吼、哦，韩国瑜这是安那，做回来，吼、哦，要去，要进来，哦，所以这是啊，拢无走，台湾啊，卡迈是袂走，吼、哦，我，哎，这就是精神，就是讲做事。中来的做势，兵分秋色。中外的做势就无同哦。中外的做势就是韩国瑜赢过单机麦的中哦，这就是中外势，伊超越伊。迄中外势的人走，你看伊车袂当处理嘛吼、哦。咱顶礼拜咧放，迄车底到啊冻掉了，惨要处理都无法度。安尼边啊，因即卖就想着要退场，退场即卖安排哦，那中地进前迄就是。安排错误，我即马接到今仔日下昼，我要来接到最新的情资，就是讲有人要伫韩国瑜进场的时阵，哦，对伊不利，啊，这个不利，
到底是要用什么武器，或者是用什么手法。所以我认为，单机麦这你袂使挂伊讲正常冷场啊，吼，因为有现任的副总统陪，就是维安规格比较高。现任的副总统陪，伊袂当让林群吼客落来看伊讲，哇，大家握手，准做副总统要国安单位来，吼，甲架开。所以这个中央的走道呢，会摆较宽。啊，韩国瑜这边上去到我就摆一米七，就差不多两边伸手出来，你就无当走。要咱是要让伊去接受群众的热情。但我今仔伫只甲大家讲，啊，佮有咱的迄个韩国瑜的团队吼，来讲，即马迄摆架势吼，中央这条袂使遐密啦，爱注意啊，因为已经。你说冈山这一场会做一些处理，安全上的处理。警出来啊，就是要对韩国瑜不利吼。啊，当然是毋是澳波，也是讲这是单纯空穴来风，咱拢爱防患未然。哦，因为这伫内底甲你拍枪，即马迄土狗啊足济啊，哦。即用土制甲你拍，有哪会死人诶？迄坚固哩，有哪会拍死人啊？台湾即乌枪，坦白讲真侪，哦，啊那用制式诶，杀伤力搁较强。你像陈水扁总统，哦，2004年三米九诶案件，土制拍过玻璃，搁遐尼远诶所在，搁钓着伊，哦，啊是毋是安尼拍？咱毋知影，即马即案结出来是安尼，所以迄那是互伊坚固哩，藏伫灵魂内底。甲你开枪，开到重要部分，安尼也是会死亡哦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既然有这个证据呢，这个国安单位哦，但唔是警察单位、治安单位呢，爱看韩国瑜的总部这维安的人员，这大家爱谨慎啦。哦，那安尼，所以这摆的阿边的冈山呢，特特哦，就是讲候选人讲了用迄个热情啦。是无多人互你摕摕，无像单机麦安尼讲，你会当下面送去上车，免啊送上车。哦，迄十八小时嘛袂当安尼，即无多，即个人人群一定吼硬要看到韩国瑜一面，只会造成即个安全的漏点，所以咱一定要互伊摕出来。摕出来后壁面呢，最主要是控制进场迄个人群的复杂，迄个人群的复杂是最容易发生代志，因为迄个进场拢无管制。所以，尤其迄个热情的人，你唔知到底是唔是热情的人，吼，还是讲人混入来伫内底，你完全无法度。因为两军作战啦，干爹特别济啦，我嘛派人去因的场啊看，伊嘛派人来阮的场啊看。所以伫安尼中间，万一呐有人要对韩国瑜造成不利的，哦，这点非常，这是今仔真明确，哦，有人准备这个风声，啊，到底是啥物款人再去找，啊，所以这个中外势是韩国瑜赢。啊！若张来势行政动员哦，是兵分秋色，这场大概到今啊，所以爱延长前到个。啊，看冈山。辩论。哦，看那个辩论。哎，延长前的到。下个礼拜一。哎，对，辩论啊，所以冈山这是一波一波一直去，相信冈山了后十四了后，后壁回转来十七的红山哦，韩国瑜的场，迄、那个一定要达到接近高峰，最后的选情之一嘛。所以目前看起来，韩国瑜的场呢，势是无力。哦，啊，单机麦呢，哦，赢条赶上啊，紧追在后了。所以这就已经讲是非常的紧张，非常的紧张。哦，这两边的阵营呢，起码大家是已经绝交紧张啦，十二月赛趟啊，真拼。你都有看到后壁的机啊咧兄的，啊人已经离离落落啊。哦，拄啊，这个镜头我即马才看到。安尼起来就四六比，我这大概内行人嘛，吼、嗯，即、哦這个势加迄个势，哦，不管是无离开也好啊，卖离开也好，迄、那个已经吼、哦、心无伫即个现场啊嘛，哦，无离开啊，现场拢离开，阿伯都拢离开啊嘛，所以我来讲拢无走，就是大家拢无走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恁无走，哦，遮无走，啊是卖走，就是有一群人无走，哦，这所以这是镜头安尼看起来，你看。这个阿伯家是嘻嘻嘿嘿啊，吼，这阿伯家就死去啊嘛，所以这场也是韩国瑜略胜一筹啦，略胜一筹。不过这不是赢足济啦，这两边咧比这不是赢真济，哦，这来阿伯还阁真精彩，真精彩。多一间厝啦吼，新厝旧厝，不过咱拢会一间迄个仓库啦吼，土中石啊仓库呢，二十外栋啊，其实有人是啊。搬搬钱啊，批你啊，教二十外单无拍你，你看迄外艰苦，迄内底生活者煞无你个知吼，出来人人嘞，啊，日头晒晒嘞，啊，内底清哦清气，
哦，一间厝市政府遐大，内底唔知藏偌济蜘蛛丝的，摒扫一下也好啊，互高雄人目睭白乌金。这三千亿的负债到底是甲咱开伫倒？是安怎三千亿的负债？不但三千亿哦，一年千三亿哦，十年一条三千亿哦，搁再借三千亿，安尼是一条六千亿，安尼开落去，敢若爱河看起来较水尔，但是无人哦。那安尼是安那落一阵雨，搁五千几空哦，是安怎？咱车会去予涂骹遮去，是安怎？咱高雄市会继续淹水，哦，啊，台南市也继续淹水。其实，这换人换党，民主就是安尼嘛。换人换党，你去清看卖啊，啊，清有较通讲，清无你毋通袂真袂了讲讲，因可能安那，因可能安那，毋免可能安那，有涉案的，像庆福这個，哦，这单位是今仔个出现啦。啊，我之前甲恁这网友讲，啊，去伫大陆恁也看到，敲电话给我，啊，恁也拢无要看，哦。迄早过六十亿处理呢，迄都唔免解说一下，是安怎样？会当叫走伊？啊，脱无得啊，未脱了的，啊钱就先甲咱提了伊啊。迄过六百亿呢，两百外亿呢？两百个。哦，啊安尼单叫，脚底抹火油酸，安尼准刷吗？无可能，啊，即马阁逼一工，后来这个含单位几个有关的，你甲看卖啊，高头三窟啊，真正有够厉害，这拢一丘之貉啊，这一丘之貉你一定爱甲掹出来。哦，啊，忙出来拍你，啊，若像真正甲咱食咱的血汗钱，就甲拍干，甲喝起来地汤。我来讲，兴人民一个功德，兴高雄人一个功德。你知影讲借这三千亿到底做啥物？哦，过去的一条三千亿，十年的有算是甲咱做啥物？啊，换一个韩国的卖菜的，我讲伊是无头毛，但是有头壳啦。哦，啊，互伊入去清看卖啊，嘛袂歹啦。啊，清了歹，你韩国的有哪东流合污？啊，那适当嘛，免适当呢？我讲啦，我敢甲你保证啊，唔免适当伊逼空哦。我对台南坐客轮车落去甲干交，我甲伊讲，你是安那违背人人民对你的寄托？这网友拢嘛甲我讲，两家你敢保证，你得爱甲我负责哦。我敢甲你保证，我就负责。伊做了歹，唔免恁啦，嘛免恁机会去啊监督。我就对台南闹车落去啊，因为呐，你等于跟别人同款，你有哪画山画水嘛？你有哪咧敢骗票的嘛？哦，所以你就失去即马乡亲对你的寄托，等伊一个较真啦，伊较无白惨，所以伊甲你讲我要安怎做，要安怎做，啊伊也讲唔对，伊会甲你回失的，哦啊安尼袂使，咱修正，这就是一个无私心的人，无派系利益，伊袂去顾虑讲我先用高雄的市政府的资源来照顾国民党，来挺国民党，来挺我韩国路的落地啊，伊无安尼想，那安尼咱就当给伊一摆机会。拼看卖啊！甲这二十几栋无拼，这间大厝呢，甲清哦清气一下，嘛袂歹呢。